最新消息，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收受护航业者争取警用监视器的预算额度，北检侦讯之后认为陈崇文涉犯受贿等罪，将他声押禁见，但台北地院裁定200万元交保，检方随后提出抗告，而这个高等法院审理之后，再稍早撤销了原裁定，发回台北地院更裁，预计在明天下午2点半就会开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，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